Hello， 各位 TVBS 18气象站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宣彤，今天还有慧仙哦。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慧仙。好，那我们今天呢会讲几个主题，除了我们的天气之外呢，因为毕竟明天礼拜六、礼拜一就是周休假期了嘛，所以大家可能会很关心这天气。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同时跟大家讲的就是民生议题，大家很关心巴西蛋，前几天我们也是一直在讨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除了巴西蛋之外呢，今天我们慧仙也有做一条新闻，还蛮有趣的。它本质上是一个不是有趣的新闻，但是我们延伸出去做了一个有关于生活议题的延伸的新闻，有关于降噪的部分。很多人买屋子可能都需要都会遇到买房的时候，虽然我们现在距离那可能还有一点远，还有距离。对对，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在今天呢，其实在上半天的时候，北部的观众朋友上班的时候应该有感觉到有一个阵雨。你上班的时候有下雨吗？有，我回来的时候也有下雨。你上班回来的时候都有下雨？好像是三四点的时候，在西门町那边有下雨。那上班的时候有吗？我上班的时候天气蛮好的。上班的时候天气可能比较早，是因为今天其实在早上的时候呢，有一些北部的观众朋友有反应啦，说他们有可能住在沿海地区或者是比较靠近东北部这一带，有一些阵雨出现。那么这个阵雨呢，其实是因为在台湾的东北方这边有一个小低压慢慢的往这台湾北部的海面来通过，所以呢它就会把一些海面上的水汽啊慢慢的带到我们陆地上来，所以今天在基隆啊、新北啊、台北啊，可能部分地区会有一些阵雨出现，但是这雨也不是下很久，很快就消散掉了。大概你上班的时间，它就慢慢的消散掉，就出太阳了。但是呢，到了午后呢，热力作用发展起来，很多地区又开始下雨了。尤其像是在山区，在昨天南投的竹山呢，可能时雨量累积雨量只有24毫米，但是到了今天啊，它的累积雨量。不用讲累积雨量，就单讲一个小时的雨量呢，就已经突破了80毫米。所以气象署呢，也特别针对了像是在台南啊，还有嘉义啊这些地方。高雄、屏东都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通知，也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地方呢可能下雨会下得比较猛烈一点，而且还会伴随着强风和雷击，民众要留意。预计可能会到晚上6点或者是5点半的时候，现在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个雨呢可能还是会断断续续的下，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尤其下班的时候行车要注意安全啦。那么同时在桃园到云林这一段的山区呢，因为靠山嘛，所以它毕竟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接近云层、中高的云层，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下雨的，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那么今天是水汽稍微增加的一个情况，到了晚上热力作用之后消散了，也就没有下雨了。但是明天、后天、礼拜六、礼拜日，相对来说这一周是天气比较不稳定的，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我们就透过这一张图来带大家看一下，礼拜六、礼拜天呢，为什么水汽会变多？其实就是因为在左边，中国大陆这边有一个低压锋面，也就是滞留锋面，它慢慢的会通过台湾，但是呢，因为它这个云层相对来说比较北边一点。比较高一点啦，所以通常是以山区可能撞到山的时候会有一些地形雨的出现。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它其实往的方向是东北边，所以整体的雨势平地感受也不是特别明显。那么礼拜六、礼拜日水汽变多，南部的水汽变多，是因为在整个南海这边的低压带慢慢的背着这个滞留锋面往台湾的方向来移入，所以呢也就导致了像是在南部的山区啊、东半部的山区雨会来的比较多，因为吹南风嘛，就把这个比较湿润的水汽往南带。另外还包含了像是一些山区，中南部的山区是比较多的，而北部呢也要留意，因为它在山区和近山区也比较容易下雨。所以如果你要说礼拜六、礼拜日，你会建议说哪些地方比较好？会建议你往平地走，或者是往海边走，因为呢，山区天气比较难拿捏，而且山上下暴雨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会有这个土石流，又或者是有溪水暴涨的情况，都要注意一下。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礼拜六、礼拜日，其实基本上呢，你说它水汽多也不是很多，因为它其实多的也就是这一块，而且呢，它也没有亮到红点，就是黄点左右，所以它大雨的几率。可能部分单点的雨量会来得比较高，但是也不会说一大片然后下得很持久。礼拜六、礼拜一是这一周相对比较多雨的一天，但是整体来看呢也不多，那么在靠近沿海地区的水汽呢也不算是特别的多，所以如果你要去海边啊走走的话还是可以的。那么来到了礼拜日到礼拜四这个时间慢慢的推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滞留锋面在台湾上空已经都没有了嘛。那么这个呢，其实就会慢慢的往东北的方向来移动，主要是因为太平洋高压增强了，所以整体上都把这台湾的水汽都给挤掉了，而且吹东风的话，
会下雨的地方就是集中在整个东半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也不是特别多。那么在山区呢，要留意，可能部分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雨。那么大还是小，这个很难跟你说。但是呢，如果今天真的发生了的话，就是你要及时的来观察最新的天气资讯，因为有时候我们都是看。我们都是看那个雨量，就是突然爆发了之后呢，我们看雷达回波图，我们才能知道说那个地方正在下起了大雨。对，那我有一个疑问，是你说，因为这个礼拜刚好六日的时候好像是好日子，所以很多人其实会办婚礼。那我刚好明天呢就要去参加别人婚礼，对，在嘉义，在嘉义是那种流水席。是流水席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户外嘛，很怕会不会像有一天，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一天那个流水席真的变成，对，刚好就是嘉义真的变成流水席。对，我很怕我明天会不会也是。这种状况，目前我们就来看礼拜六嘛。礼拜六的话，你是白天嘛，中午嘛，白天中午基本上，如果你是比较靠近山区吗？也没有市区。如果是市区的话，基本上降雨的几率还是会来的比较低啦。但如果你真的要跟北部的民众来比的话，当然你的雨量会来的可能比较多，或者是下雨不定时的下雨会来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点，但是。如果是市区的话，相对还是比较缓和一些，所以我会觉得你可以去，可以不用担心，可以不用担心。但是我还是建议您就是带一把伞，因为午后雷雨毕竟湿气是多的，所以如果它一敏感起来、一发作起来呢，还是会下比较大的雨。对，那你流水席上面都会铺一个棚子嘛，对，所以基本上可以帮你躲一些雨。对，因为毕竟我参加流水席的时候也很常遇到雨，我也是雨神。对，好，那我们就带大家继续来看一下，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就是在这一周。过去了之后呢，礼拜下礼拜一到礼拜四又是一个天气很好的时候，因为太平洋高压增强。但是要留意的就是，慧仙，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的温度很像比较早晚温差比较大？比较大，对。那你来的时候会觉得冷吗？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还觉得是秋天的感觉，我想说哇，怎么好像温度下降还蛮多的？温度下降很多，对。但是中午之后又变热了，很热。中午之后，因为我今天也是中午来上班哦。汗流浃背，因为中午的时候今天高温还是高的，像是在不讲台北，我们就讲台东，讲最高温，它还是有来到快36度，35点多度，就是比这个礼拜的前四天都还要来得再高一些。但是呢，明天的温度整体上来看，应该不会像是这几天，像今天一样这么的热，因为明天的云层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厚一些，所以云层挡住嘛，当然这个太阳光就照射不下来，所以温度应该不至于到今天的这么热一点，应该会降个一度左右。那我们就来看看它明天到底是不是这样走。好，那么这个地面天气图呢，分为上排跟下排。那么上排这边呢，基本上呢就是礼拜六、礼拜日、礼拜一，我们刚刚天气也已经跟大家大概的讲完了，就是礼拜六、礼拜日这两天。的水汽会比较多，到了礼拜一呢，太平洋高压就慢慢的推过来，天气会转好。那么在迎风面地区东半部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但是到了下半天、下半周之后呢，礼拜二到礼拜四天气会更好，因为太平洋高压增强了。要注意的就是在上面这边有一个大陆高压，看到大陆高压，大家就会讲说是不是要冷了，要开始吹东北季风了。但实际上还没有这么快，因为现在呢，这个东北季风我们可能预计都要等到中秋节之后会比较有机会。但是中秋节是九月底嘛，虽然现在有提早两个月，对，就提早两个礼拜，今年有提早两个礼拜的感觉，所以今年呢入秋是感觉比较快的。现在我们就有一点凉意出现，但是这一波首波的东北季风啊，它要南下的话，目前看起来可能落在22号，也就是礼拜五的前后，会不会很冷呢？现在是觉得它的强度不强，可能就跟前几天的低温大概21、22度左右差不多。但是因为大陆高压下来的时候，常常它的前缘都会伴随着一些锋面啦，所以它的湿度会加成上去。那加成上去之后呢，就会比较凉冷一些，因为湿冷湿冷。我们台湾都说，虽然我们的温度未必会比像是在大陆啊干冷来的这么冷，或者是日本，但是我们冷起来还真的要人命，还是真的蛮冷的，就是冷风刺骨啦。因为那个湿气打在身上，真的会比较凉冷一些。是，再由那个风来吹。喜欢冬天的人还是要再等一下就对了。对，那我们也来跟线上的朋友来打声招呼。包含像现在有在线上的有德根，我们的忠实粉丝，还有康明也在。那康明有说，哎，对，中央气象局在今天升格为中央气象署。对。然后还有像是素林也在线上，郑中也说桃园现在打雷又下大雨，确实桃园现在在发布大雨特报，到现在都还是。
那还有像是阿波也在线上，洋娃娃也来了，还有雅芳。雅芳问说，现在高雄在暴雨，请问怎么会比台风下的还大？是台风的前兆吗？目前看起来短期之内台湾周遭都不会有台风，那如果长期来看的话呢，这一周下一周也不会有，预计要等到九月底的时候可能有这个机会，但是呢这个可能还是要慢慢推移啦，因为毕竟现在台湾西北太平洋上面的台风生成的大概是13、14个，但是一年下来其实平均应该25到27个，所以其实还不到一半，所以这未来剩下的这一半呢，什么时候会来？基本上啦，台风季就九月底前嘛，也有可能有部分会10月、11月也来的，也不一定。但是呢，当然这个台风可能会越来越少，而未来也还是会持续的有。只是它会不会靠近台湾，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说，声音现象呢，今年的秋台可能靠近台湾的只会有0个到2个，算是偏少的。那我们到时候就看到底是不是就是如那个研究上面的所说，声音现象的状况。好，那我们接着再来跟大家来说的，就是今天气象局升格为气象署，所以大家就讲说气象局升格为气象署啊，这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差？对，你觉得有什么差吗？对民众有什么差？大家都很好奇这件事情。对，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其实中央气象局呢，它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都叫局嘛，然后现在终于走入历史了。他们今年升格了之后呢，气象署的首任署长是陈嘉平，大家对他有印象吗？就是他就是前气象局的代理局长，他在七月的时候接下，然后那个时候七月的时候呢，我们的郑明典局长就退休了，然后那时候就有人开玩笑说，哎，那个郑局长一走了之后，台风就接二连三的来，然后这个陈嘉平就很辛苦，因为他就是一连就接了4、5个台风，都是他，但是也还好，都有惊无险。当然部分的山区啦，还是有一些灾情传出来，但是其实也比过去我们预想到的灾情还要来得更缩减一些些了，这当然都还是要谢谢我们的气象署给我们的一些帮助。 对，好，那么气象局升格为气象署之后呢，虽然这个名字感觉很风光，但是它有一些变动哦。分别的变动就是它的组织变不同了，从七大中心变成预报中心和地震中心，可能一般民众看到也是这两个中心比较常见啦，预报中心就是天气嘛，然后地震中心就地震的测报中心。那么他们现在是新增了两个任务，一个是提供气象政策的规划，第二个是要辅导民间的气象组织，就是他们做的事情变多了。对，只是他们现在的员额呢还是维持在过去气象局的人数580到590，所以等于说他们的压力是增加的，经费和人力却没有增加，所以有人就讲说啊，是不是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是其实气象署这样子同一天升格为署的还有观光局，那观光局升格为观光署之后呢，欸，他们不一样哦，他们升格了之后，他们的员额扩编了，从182人多了100人，变成282人。是，欸，这其实增幅蛮大的。对，那很多人就讲说啊，为什么就是观光局升格观光署有增人，增加人，但是气象署为什么没有？对，你有听到这些？我有听到，大家都觉得好像不是很公平哦。对，但实际上啦，我们王国才，这不是周永辉，这是王国才，他的说法是说，因为其实观光局升格为观光署之后，他们有很多的一些驻点人员必须要到国外去驻点，所以他必须要真的增派自己的正式的编组，对，才有办法。但是气象局升格为气象署呢，其实比较多仰赖的还是一些数位科技的东西，他们可以透过一些电脑来运算，再加上其实气象局升格为气象署，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约聘的人员，约聘计划的人员，所以本身他们觉得是够的，这都符合中央的人力的预算，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不一样的决策出来。好，那么首任署长周永辉呢，大家知道他是谁，他就是之前的观光局的局长了。对，然后只是升格为署长之后呢，现在呢就是整个就是 upgrade 了。好，那我们接着就要来问慧仙，因为我们刚刚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到，在天气上面的影响，其实除了灾情大家最直接感觉到的之外呢，还有在就是吃的生气上面的问题，民生方面。那么最近很常发现的就是这个巴西蛋好像问题很多，什么标那个有效日期标错啊。对，但是很像不止巴西蛋这样，现在连其他的蛋
品牌也有这样子的问题，是吗？没错、嗯。好，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很多人每天几乎都会吃蛋，而且呢，嗯、有些民众家中的这个用蛋量，一天或者说一个礼拜来讲，可能会来到2到3盒。但是现在这个进口蛋，也就是巴西蛋，是出了一点状况的。我们原本都知道说是台农嘛，台农的一些蛋品、嗯，现在因为它标示错误的关系，所以有逾期的这个情形。嗯、不过呢，其实我们后来发现说，哎、欸，不止台农哦，因为还包含了是冠军席选的鲜红。蛋以及冠军席选的鲜白蛋，这四款一共都有一些状况的。但是这是不是他们品牌其实不止这两种蛋，还有其他的蛋？对，还有其他种，只是说目前检查出来的是这几种蛋。是，对。那它呢？其实大家就说，那怎么办？到底有没有流入市面上呢？因为啊，其实它这种蛋，它的唯一的贩售通路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全联。也因此，在全联，所以很多人就哇，那我到底有没有买到呢？是。所以其实家中哦，大家可以马上来看一下，这个品项就是长这个名字。那么包含它的这个功课数，还有这个实录等等的，就是它所有的品项名。其实目前来讲，9月12号的时候，全联就已经全面的来做下架了。他们现在也说。如果你真的有买到的话，可以来做退货。那怎么退呢？其实哦、喔，我们这里虽然说它有分两种方式、两种管道来退的。第一种是购买的分店，就是全联的分店来退。对，如果你买到的话，如果你如果没有食品，因为很多人你买了蛋之后，是不是就把蛋盒丢掉？就是把鸡蛋放到冰箱里面，一个一个存放。对，那如果你没有食品是 OK 的，他是说只要有发票就没有问题。那么另外一个方法是，如果你没有发票，我们常知道有一些购买的凭证，比方说像是 APP 啊，有一些消费的记录或是福利卡。是。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是找厂商来协助，比方说呢，你是没有实体的蛋，但是你有凭证。或者是另外一种方法，都是可以找他们来协助的，这样。但是要在11月11号之前，就要来赶紧的做退货。是，那我们想要问啊，如果吃到这些蛋的话，会怎么样？其实像这些蛋，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些坏蛋。那可能就会造成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因为像是之前像有一些名嘴啦，有爆料说在桃园的某某市场，他们卖的这个法国面包，像集体吃了之后都出现了问题，怀疑就是巴西蛋，对不对？对，有这样子的说法。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不是呢？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去理清，这还是要调查一下。对，毕竟。但是大家很直观的就会感受到，就是这个蛋就不是个好蛋啦，它是一个坏蛋，甚至还有人说它味道可能会有点臭，然后打出来不成形这样子的状况。那你吃了，可能短期之间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但是久了之后你可能当然就不好，但好在就及时的被发现了嘛。好，那我们也想要问啊，就是说现在如果不吃这些蛋的话，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蛋可以选择吗？就是我们会吃国产蛋。国产蛋其实我们现在去看了，国产蛋其实还是占大多数的，而且国产蛋其实它分了非常多种，可能红蛋嘛、白蛋，刚刚都有提到的，还有像是一种叫机能蛋，它的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但是也有很多人会去买，因为呢，它大多是选在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就是冰柜。所以很多人会选，他们会觉得说，哎、欸，这样子好像比较有这个保鲜的效果，没错、哦。可是价格当然就是高一点的。我们刚看到那四款蛋哦，其实它的价位是中价位，大概60-70元。当然红蛋的价格会高一点。是我想要问慧贤啊，就是这一个蛋啊，我们刚刚有说有什么机能蛋，然后又有分什么国产蛋和进口蛋。那请问这些价钱上哪一个比较便宜啊？价钱上、其实它是会看牌子来分。那我们刚提到台农跟冠军，它是属于中价位、那为什么很多人受影响？因为它中价位加上说可能有这个政府来把关，所以大家其实信心蛮足够的、但是现在出了状况，是才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那我们要怎么分辨呢？怎么分辨？我们带大家来看、其实国产蛋跟进口蛋很重要的一点，它其实外包装都会有产地来标示。比方说国产蛋，我们今天去看哦，全统都有标示是台湾、但要特别注意，可能它外面还会写它是什么样的畜牧场、所以如果是国产蛋可以这样来特别注意。那么进口蛋呢，其实根据这个法规来讲，通常呢你的产品来源国通通都要标示清楚，所以说民众不用担心说，哎，会不会我买到巴西蛋但我不知道。其实你看外包装它都是有写，他有写清楚，有写有写。好，那其实呢，怎么选蛋呢？其实基本上，我们政府有给一些相关的准则啦，比如说他们有说怎么选择蛋会比较好，他们会建议说尽量可以选席选蛋，因为我们一般人可能一些
人很多人都会去直接去市场买啊，但是市场买呢，相对来说他们可能很多都是自己的鸡农生产之后就拿出来卖，有些会担心有一些卫生的疑虑在，所以他们政府才会推洗选蛋。那么这个洗选蛋呢又有分哦，有分白色的蛋和褐色的蛋，刚刚慧仙有说，那这两种蛋如果以你来说的话，你会觉得哪一个蛋你会选择先买呢？其实哦，我们常常在吃，当然是白蛋会多一点哦。不过其实呢，专家就有提到，不管是这种褐色蛋还是白色的蛋，其实它的营养成分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只是在于它的鸡汁品种不同，大家其实还是可以不用因为说哎哪一个比较有营养成分。是因为我妈妈啦，她常常会讲说，买这种红色的蛋感觉像比较好一点，比较大颗。她也就觉得这个红色的蛋感觉比较好，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其实也有特别帮大家选。了几个，就是如果你今天要选洗选蛋的话，有哪些地方是你要注意的？就是你要选这个蛋是完整的，如果它今天有沾那个鸡粪啊，就不要去买。我们最近新闻也是一直提醒大家嘛，就是比较脏，比较容易污染。毕竟你不要看这蛋壳，其实还是有一些毛细孔存在。再来就是蛋壳越粗糙的反而越新鲜哦。哦，大家可能这个观念上要突然的来改变一下。对，因为可能就跟其实就有点像是喷农药的菜会比较漂亮一样的道理。对。对，那第二个就是你要谨记要有这个 CAS 的优质蛋品的标志，然后才能证明说这个蛋是有认证的，然后是洗选过的，然后还有不要买刚生出来的蛋，因为上面会有比较湿润一点，会有一些菌的存在。还有放冰箱的时候呢，如果你把它这个蛋放到冰箱的话，最多是可以保存两周，如果超过两周的话也不要，140天也不要， 对打蜡的最好也不要这样。好，然后如果你放到冰箱里面呢，这个蛋通常人会可能就是这样子放，但实际上呢，你要把这个尖的地方往下放，往下，要往下放会比较好。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清楚，主要好像是因为它这个气孔啊比较好排放出去啦，要给它留住一个那个气势，让它排出一些它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吧，大致上是这样子。很多老人家都会觉得说啊，蛋冰在冰箱里就不会坏啊，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常常吃到老实说都很多是过期的蛋，甚至还有人会把鸡蛋拿去放到冷冻库，然后出来再解冻这样子。对，那我们其实之前也有讨论过啦，然后还有跟大家讲过说这个鸡蛋啊上面如果你买回来到底要不要洗，当然也是有两派说法，最好呢其实现在洗选蛋就是你买回家就直接冰冰箱，你要吃的话你再把它拿出来洗就 OK 了。对，好，那我们接着要跟大家讲的呢就是礼拜六礼拜日，虽然我们告诉大家好像天气稍微比较差一些些，但是其实也不用特别担心，因为比较大雨的地方可能都会落在山区或近山区为主，所以你还是可以去海边哦。像是这个福隆沙雕、福隆海洋音乐季，在今天开始，为什么要特别讲？就是因为它今天开始，然后礼拜六、礼拜日音乐季，大家去听歌，很多人同时会去看一下沙雕。但是大家就好奇说，哎，这个沙雕季为什么很像每次办的时候，就算经历了雨天，好像都不会坏，都不会坏，为什么呢？其实他们有几个功法啦，第一个就是他们会先滤沙，很仔细的滤沙，让这个沙质更精细一点，就是它的密合度缝隙会比较小。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是采用国际标准的制作工法来建制的板模，而且最最关键就是他们会喷上这个环保胶，就是他们在可能做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他们就会喷上这个环保胶。环保胶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增加沙子之间的附着力，而且它对于生态并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它半年之后就会自己风化掉了。然后再来我们要再问慧仙的，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列出来，为什么会说澎湖观光比不上冲绳，这是网友说的哦，这不是我们说的，原因是为什么呢？这个网友就讲说，因为澎湖的饭店与民宿呢真的比国外很多地方都要来得更惊人。你自己有去过澎湖吗？我其实没有去过澎湖，不过我看了其他的一些离岛好像也有这样的状况，但澎湖是因为更多人会去玩一些海上的游戏。是，但因为也有人说啦，其实澎湖和冲绳两个性质蛮像的，澎湖和冲绳都有水族馆，然后都有大桥，然后都有烧烤，一个是露天烧烤，一个是一般的那种日式的烧烤嘛，所以他们性质真的是蛮相近。但是其实老实讲，国内的饭店啊，国内的吃的东西贵，好像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其实最近几年，我们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物价通住宿真的是不便宜啦，没错，就是一开始就慢慢的变贵，甚至可能比日本都还要来的再更贵一些。好，那无论如何，如果你礼拜六、礼拜日你是要去澎湖的话，我们这边也列出了它的天气。礼拜六呢，它是会有一点下雨，主要就是我们刚刚有透过一些天气图，因为有这个符合的一些滞留的封面会通过。
但这个雨下的也不会很多，但是它就是有雨，所以是25到31度左右。那么礼拜日呢，天气就放晴了，是25到30度。好，那我们紧接着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时事上的问题，是因为其实我们大学的时候应该都有打过工。然后打过工，然后就是对一些工资、一些薪水是有期盼的。那现在呢，其实这个基本工资也涨了嘛，也调涨了嘛，是调到176元吗？176元。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学生目前他们现在希望的薪资是可以拿到多少。如果以兼职来看的话，176是原本的啦，现在有在调升，有在调升。好，那假如呢，我们如果是以176元来看的话，现在的大学生他们认为说，如果今天他们要出去打工的话，八成会希望可以兼职，而且盼每个月要有1.3万元的收入。有没有很多？1.3万？1.3万元的收入，我大概就帮他们算了一下，就是讲说，如果假如以基本工资时薪176，就是还没有涨的情况之下来看的话，代表说他一个月要工作74小时，74小时就是代表着一天8小时的话，可能一天要4小时，然后20天，嗯，差不多才能得到1.3万元的薪资，这是有点拼啦。对，这是有点拼啦。但是呢，因为毕竟很多大学生去兼职，很多会选择家教，那家教的薪水可能就是翻倍，会来的比较多。但是我们以一个已经过了这个世代的大学生来讲的话，确实会觉得说1.3万元以兼职来讲算高了，已经算高了。那個、要很拼命的工作。对，那是你以前多少？我以前就5000块，我记得一个月的兼职就是5000块啊，5000块。哎，我就是在电视台打工的，不是这一家。Oh, okay. 对，5000块。然后那时候其实就觉得还 OK 了，这样子。是。好，那另外呢，就是现在大一新鲜人，他们有统计说，他们现在最常遇到的烦恼是什么？分别就是课业压力有63.3%，这是复选题啦，所以会超过100%。然后再来是经济问题，50.4%。经济问题，然后再来是社交压力 45.8%， 感情生活 42.6%， 只是比较特别的，现在有多了一个颜值外表 41.1%、嗯、对，因为我甚至听说很多现在有些大学生也很注重自己的颜值，会去做一些医美微整的一些情况。当然爱美是好事，爱美是好事啦，但是就不要造成自己的容貌焦虑，不要负担就好。 对，因为不你还没出社会，然后钱就已经不知道怎么花了。你大学的时候最烦恼是哪一个？我当然是课业压力啊。啊，是吗？对啊，课业压力啊。好，那我们接着要来看的就是今天我们会先在下午的时候做一条新闻，是有关于说这个房屋到底要怎么降噪啦。那主要是因为有一条主新闻并不是特别的好，大概帮我们说一下那个主新闻是什么样的事情。好，我们来讲一下，今天这个新闻其实在讲说为什么会做，跟大家讲要怎么样去降噪，是因为今天在高雄的时候其实发生了一起案件。那他是提到说，其实是因为说楼下的邻居呢，他长期的在忍受楼上的小朋友蹦蹦跳跳，也因此他就情绪上有一些不稳，所以说他后来就持刀去杀害了那个小朋友的一些父母。那小朋友刚好也是撞见了这个状况。是。那因为有这样的情形，其实也不只是这个状况啊，很多人都会很担心说，我买屋的时候，其实大家就说最难的是什么？买到好邻居。对，千金难买，万金难买邻。对，万金难买邻啊、嗯！买好房可能是有一个办法，但买邻呢，可能没办法控制。是。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讲哦，如果说你在买房子的时候，到底怎么样去降噪呢？其实哦，根据这个新的房屋来讲的话呢，其实目前来看，他们都有一些法规了，就是说你要在这个抗噪的这个分贝58分贝以上才以下才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包含怎么样去降噪。如果说像他们今天这个案件，可能是一些老屋或是旧屋，那怎么样去降噪？大家都熟知的就是要重新打掉嘛，因为老屋可能没有办法像平常一样，就是像一般建案早就已经有装这个隔音的隔音垫、隔音层。对，那所以它打掉之后呢，就要来装隔音的垫，之后还包含了、如果你要避免像我们有时候踩踏的时候这样蹦蹦蹦蹦蹦跳，这个其实要装的是另外一种的来抗震才有办法。但慧贤，我们很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比如说像我楼上没有住人，可是我们楼上常常会咚咚咚咚咚，我每次都会自己吓自己。但是很像说其实这个未必是楼上传出来的，是不是也有可能是隔了很多条墙壁传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有办法吗？其实隔壁条的话，它现在其实因为很多人比较烦恼的还是上下楼，因为这还是主要的噪音的一个传递方式啦。所以如果以上下楼以外的，你要防止外面的一些声音，当然就是窗户，你可能玻璃可以把它加厚，然后隔音窗，但这些是一些家具的
就是加注的一个方法啦。如果你要主要降噪的话，还是要靠这个隔音层、隔音垫比较有办法。是少，我们有一个网友叫少翔，他有给仙女抖内了70元，谢谢少翔，谢谢少翔，少翔每次都有来，少翔每次都很关注你，你的铁粉。好，那除了刚刚我们会先讲的是比较硬体上的，就是如果今天我买了一个新房子，或者是我买了一个旧房子，我要把它打掉，然后或者是怎么在这个隔板与隔板之间来建一个比较完善的隔音设备，是，就是这样嘛。但是有的人可能刚刚搬到了一个房子，然后他是租房的话，他没有办法解决，他可能就只能透过隔音垫，就是像这样子。像这一个人啊，这个人的案例是他自己是吹音乐家，然后常常会在家里面吹萨克斯风。对。那所以呢，他就这样贴了这一个隔音的设备，就隔音海绵啦，这样子来降噪。嗯。但这样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帮助。有太好像，因为他其实并没有很完善的去贴，他只能阻挡一部分的音源。是因为一个房子要来讲，要怎么样去降噪，最主要的方法除了它施工做法很重要之外，就是隔音垫真的很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可能是粘上去的，对，那这个效果可能没有这么的好，但也许可以达到一些吸音的效果啦。是，好，那无论如何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啦，就是讲说如果今天你如果真的这房子不是你的，然后你也没有足够的钱去多一道手续做一个隔音的设备的话，这个也无常不是一种方式。是，我们还是可以试试看的。那现在很多人还会去买那种抗铃神器，就是一支，你知道那是什么？但是那个是那个其实是害人的，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我们常新闻上会看到，确实很多那去哪里买，我其实都不知道。对，但那个好像就真的不是好的，不是好东西，对，只是很多人会去想那种方法，但还是不要比较好。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礼拜一的时候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议题的话，也都可以跟慧仙说，或者是跟我说，因为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亲，我们都在 TVBS 里面，我们都在互通有无。好，那今天直播就到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拜拜。